昨天呢，思兰提到胎梦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好像有点紧张。爸，我的胎梦是什么？老公，你有事瞒着我对吧？我一听就知道你在说谎。其实，思兰啊，不是我女儿。Nice pitching， 丹思兰，当我的老婆吧。会不会是看错了？我没看错，他们在聊天，所以没有看到我。我在离不到5公尺的地方看到他们。天哪！而且还戴一样的帽子。这么说是因为思兰，拉拉才会被甩掉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《芙蓉阁之恋》。